本地邦桥聚会中。感谢咱本丁咱帮着朱伟江，谢谢哈、啊、为着咱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在咱赖主任委员、赖主播主任委员带领之下，会当讲是办了有声有色。在今仔日会当讲是倒数第二天哈、啊，那么明仔嘛是真闹热。那么感谢天公祖啊，感谢咱的位尊神，给咱一个丰富日子。风雨免调的好日子，所以才看到这么热闹的一个盛典。我们泡到看到，我们心拢热闹，心里面暖热哈。因为妈祖爱穿咯，哦爱穿浅咯，啊对，有甲拖在电哦，永远拢干什么安尼。没办法，我的本业其实是拍 YouTube、哦、所以呢，其实对于一个转换、哦、拿上麦克风做一个主持人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所以用一些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角色来看这个庙会的角度啊。是，所以哈、哦，护理师阿贤哦，不简单哦，现在订阅数听说已经快到200,000。我也很希望可以赶快冲到200,000啊！大家可能会怀疑，我怎么整护理师？啊，他真的是护理师啊，没有错，我是在急诊医工作8年的一名男护理师，好、哦，所以我的频道是不当护理师要干嘛？好、哦，所以欢迎大家多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这两天我也会用主持人的身份来陪伴大家，来陪伴大家参与这个北台湾妈祖文化节这个热闹的盛事啊。今天来到板桥，我真的是被吓到了，因为实在太热闹、太盛大。
Thank you.
叫花旦当个音痴啊！不见不散。谢将军。
有啥物话？啥物新闻？双手合掌，恁着支持，恁绝对听会到。